也不太几件脏衣服装装样子。江阳说，他以前见过你。哦，对，他跟我哥在国内打比赛的时候，我们见过两次。你哥这些年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我哥前两年觉得俱乐部地址不好，就开了一家新的。我舅舅就退休了，只是投资了一半，其他大决定都是我哥做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媳妇太费事了，都得烘干。我昨天那个羊毛衫儿，他直接给我烘上毛了。哎，那行，那什么，我等衣服了，等会儿回头再给你打。哎，好。怎么都要一个小时才能洗完烘干吧？这一个小时不会就这样干坐着吧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也没说。再听你说。说完了。知道你想听什么？随便聊，都是朋友聊天，你搞得这么严肃，我都紧张了。我认输了，可以说话了吗？都装哑巴到现在了，还是继续装的好。我们要不然上去吧。还要等一个小时，坐在这里也没事干。上面人多，不方便说话。在这里你也没说话呀，不都一样吗？问你个问题。你问。男朋友吗？
者说，看得出来，我想追你吗？是不是信号不好？啊，这里信号不太好，我出去吹下风。刚才搁这儿也不吱声，我寻你俩哪国人呢？这是吵架了？哎呦，瞅着气呀，嘎嘎滴呀，我都想哼歌啊。不是开玩笑的吧？可以没人这么开玩笑啊？隔空就算了，还是面对面啊？我说，各退一步，啥事儿不能好好商量啊？啊，我们不是。哎，我懂。现在这小年轻处对象，谁和谁都不容易，尤其是你们这种身在异国他乡，那更难。谁不是爹妈宠大的孩子？但是妹儿啊，哥得点你一句。两个人呐，要是真心在一起，必须得先学会互相谦让。不是不是，哥，你误会了。哎，我懂。走了。嗯。哎呀，你懂啥呀？别。哎，好好的。啊。谢了。拜拜，我们走了。哦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嫂子再见，淘气，打扰你们了。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有空常来。林英在楼上呢，我送送他们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有空常来，我在说什么？上周你走，我说好了请你吃饭，有空吗？没空也没有关系，我就是随便问的。那个，你继续，下周也行，都行，没事。不就是顿饭吗？我慌什么？不用开门，约个时间吧。明天10点出发，
OK 吗？嗯，或者10点半吧。10点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刚干嘛呢？站门口回味这么久。我说你这进度够快的呀！你们在洗衣房约会不没多久吗？嘘，闭嘴！早知道刚才就应该我下去送衣服。陈安安这个人，三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，问他半天也说不出个四五六，白白浪费了一个偷看你们约会的命。你要再废话，今天晚上你睡沙发。我约了人，这么晚出去啊，会不会不安全啊？没事。正义，救命！那个，就是以前。如果有人跟你表白的话，你会怎么说呀？林阳，你小点声行不行？你跟我性格相反嘛，你说的话我能清醒一点。那个你跟我说说，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他怎么跟你表白的？看得出来我想追你吗？这听起来也不太认真啊。有吗？如果假设啊是认真的呢，你会怎么说？那这得分情况吧。如果说我喜欢他，那我就会说啊，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要不然你再表现得明显一点。要是我不喜欢他，那我就干脆直接不理他，我让他自己找个台阶一下，就翻篇了，这事儿啊也就当过去了。哎，你赶快跟我八卦一下，他到底是怎么表白的？那个信号不太好，我听不见了，我先不跟你说。明天见。
还是十点吗？对，十点。好天，空气里蔓延，用一句晚安，梦里见。你听，雪飞舞的声音，糖。吃吗？誓言下一秒出现，用一个拥抱画个圆。见着了。真像我妈呀，每天在客厅里给我守门，我要是不回家她就不睡觉。深更半夜的，你不怕蛀牙呀？小美女感动吗？你给她守门。你睡不睡觉？哦，对糖也没想好到底怎么办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或者说，看得出来我想追你吗？